接上一期视频，继续为大家分享来自1980年的稀有玩具。它是松下1980年5月为我们带来的双卡手提磁带录音机。这台精致的模拟玩具继承了当时录音机的所有主流功能，并使用了更新型时尚的外观设计。今天我们来感受一下它的魅力。先装上6节1号电池，盖好盖子，拉出天线，提前调整音量和音箱的音质，调整收音机的频位，开启收音机寻找频道。寻找了一分钟，终于有信号了。让我能拥有这么多。测试完收音机，我们再测试一下磁带。作为80年的外置集成音箱，它的音质其实已经非常好了。